后来又介绍一个人，给我介绍一个人，就是我的老师。可是我这老师啊，特别严肃，跟我讲话干脆没有讲话的余地，不跟你说话，也不跟你唠嗑，你来你就来，你走你就走。不过我有一种概念，我从小我跟他亲，跟他近，啊，他说啥我都乐意听，就这么讨厌我。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问我一句话，他说你都有什么病啊？我就说了，我啥病？我从脑袋到脚，从里边到外边，我没有没病的地方，我都有病啊。往下再他就不问，再也不说了。我在他那等，等是俩小时，他不讲，我没办法，那我得走了。当我走到路上的时候，我就回忆我自己了，这位老爷为什么不说话呢？你问我啥病，你怎么不回？你这答复我呀，怎么办呢？他没有答复我。我走走，我忽然间就像恍然大悟似的，啊，对呀，他看出我的性格不好啊，他不肯说我呀，他说我怕我接受不了啊，我就想到我能接受了，是吧？我指着我有错的地方，我错的地方我一回忆太多了。从我十二岁呀、啊，从可以说从我八岁记事，我往回忆回忆呀、啊。我那年是25岁，我一回忆呀、啊，我净错。是把我接触的人啊，我告诉心里都绿，一遍一遍的绿啊，反复的绿啊，啊，我跟这生气，跟那生气，我绿绿绿的。突然间，我的这个内里啊，就像开锅了似的，我气呼呼的就叫。就翻江倒海呀、啊！我说这肚子里怎么这样呢？我看见那《道德语录》上讲的是翻肠倒肚子，我说可能我要翻肠倒肚呢。可是想到这儿，我就哇哇就开吐了。这一吐，这家我就高兴了，我说这回我可能好了，这回我能好。当时我就立劲，我立个什么劲？我说老天老天，你能把我轮到是什么？我要把这种讲病的方法，我要流传万世，传给后人，让后人有病的这些人治不好这些人，让他们解除痛苦。我就发这么一个愿，你说我就哇哇就吐啊，赶着走赶着吐，赶着走赶着吐，离家5里地，走几步吐一口，几步吐一口，吐到家，吐到家，我母亲就问我了。给你看了，我说看了，要看咋的？我说这回能好。他说怎么能好？我说我吐啊。他说吐能好？我说我吐出那东西一点半没有，全是那些粘沫的，那真是苦辣酸甜咸的，那是无色无味儿的，五毒就有五味儿的。我说苦辣酸甜我都有。就这样，我母亲又治不起，没有办法了。说那样子吐好赶上好了，不用花钱。真是，我就快吐了几个，吐了7个半小时，再就不那么吐了。可是行走行了还在吐，这样我明白这个道理，我就得慢慢的下决心去做。怎么做？以前我都吐到哪儿我自己知道啊，改变我的人生观。那你得改变你的人生观，就有今天我们有很多人都在问你怎么办，怎么办？啊，今天我就把这个办法交给你，是吧？那时候我谁也不问，谁也不答，我就默默地找自己的毛病，全整个一个屯子的人，释放我生过气的人，我一个一个的高薪跟他认错，甚至我走到他对面，我都给他高薪给他磕头，因为我恨怨的人太多呀，所以我心脏病很重啊。我嫉妒心也大呀，我得肺结核了。我跟老爷生气呀、啊，所以我得肺病了。那时候那真是怨天怨地呀、啊，是吧？怨天尤人嘛，所以我脑袋有病。
所以我有点圣经，我一个一个的我去查找我自己。可是我呢，我这老师离我远，离我150公里地儿，我每一个月我得到他家去一趟，但是我不去心里难受闹心，到他家住一宿我就走，他啥也不跟我说。头几次进院自说一句话，撞门来了，往下大夫跟你说话了，就这么，他就这种状态跟我是5年的时间。那我也去，他们回来问我老太太跟你说啥呀，我啥也不说，就问问你撞门来了，地震完了，秋收完了，铲地没有，就问这个，别的不问，那不跟你说别的，我啥也不行。就这么的5年的时间，5年了，他又问我一句话，他说你老往我这儿跑，你干什么呢？病也好了，你还往这儿跑啥呀？实际我病好没好？没好利索。因为啥没好利索？我的性子化，有时候还来火，有时候还急眼，还生气，所以这病就没好利索。就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说，那我这病能好吗？好不好在你自己。道家不讲那句话吗？祸福没有门，危人自招，是你自己性子招了你。所以我在这我也明白，不过我控制不住我的性子。古人讲那么句话吗？说山河有一改，秉性最难移呀，这性不好移呀。你没有觉知，你离不了啊。所以我那老师问我，你有铁质吗？那我明白这一点，这个我明白，我说我有啊。他说那好，鬼讲这句话，有志者必成，说志同道合，你立什么志你就得到什么方向去做，那我就得努力的去做了。因为我孝道我没有，我努力的去得孝，在父母面前那真是我这早前我父亲要和我母亲说我不合我心，那我当时就反驳，现在不管对不对，我必须去服从老人呐、没有不对的父母啊。那每一个老人不能让我们儿女胡作非为啊，都盼我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人呐、做一个好孩子。可是呢，不明白道理的时候，就因为父母不对。不用说别的，父母吃山楂比我们吃的年头也多呀，人家比我们多吃几斤呢。可是呢，我们就不服从父母。你说你在家你能孝敬父母，出嫁你也得孝敬公婆，孝敬公公婆婆，尊重丈夫。说你要孝亲，只能孝你；你要逆亲，只准逆你。那是循环之理呀，循环果报嘛。这光明飘彰，天衣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那没有错的，你不用看说我，你看看我啥样，不用看你啥样，就看看你生的孩子啥样就行，就知道你是啥样。人都要问问我，你看看我咋样？我不会看这些东西，我不是那神乎其神那个，是吧？给你说说你前世怎么怎么回事，你生生世世怎么回事，我不会看这个。我只能说说你今世做人的道理。所以我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就努力的去做，因为我家五个妹妹，我这五个妹妹那我是。他必须得听我的呀，可以说我们家在这儿达到14口人，14口人我是当家，我说了算，黑瞎打了一阵一宿这天，谁我也都得听我的。所以后来我明白道理了，
不过性格我得变，不能说三句话不来，腾家来火了，无脑喊叫，性得往下化，性是一点一点化，想一下子就割掉很难呐、因为性格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今生，可以说是我们生生世世带的，生生世世的什么？生生世世的习性，带到今生就是我们的秉性。那我们要想除掉我们这个不良的秉性，是吧？这个秉性的根子扎得太深，我们要想把它拔出来，就得去掉我们今生不良的习性。今生不良习性是啥？吃喝穿戴过度，抽烟喝酒耍大钱，吃喝嫖赌吸大烟，说这些个不良的习性，你要不甩掉，你这个秉性没个好。刚才上人讲了，去习性化秉性嘛，圆满天性嘛。那个天性就是活性，人人都有这个活性，让习性和秉性给污染了，把天性给盖住了。因为我不能时常的清理它，就像说这个屋子你卫生你不经常打扫，它必然要脏。我们人体也是这样，房屋勤打扫吗？勤打扫那就是啥呢？曾子有三省的功夫，那我们每天我们人也要能这样做呢，很好的清理清理自己呢。那风气现在我们呢，早晨清心，晚上找命，这也是啊，这就是醒悟不醒悟，看你能不能醒悟。一天的事情你能知道，很好的清理自己啊。那我又教给你呢，像我今天个清理人，我又教他一个方法，早晨你起来你先问问你自己，我这一天我这人能不能做好啊，自己叫你自己名字。假如我是个在我妈妈跟前我是个女儿，能不能当好这个女儿啊？我能当好，那肯定得答能当好。到晚上你还要问问你自己，当没当好啊？可以说你跟妈妈使没使心呢、动没动性啊，生没生气啊，这个长了你就把心化了，时间长了你就把心化，是吧？你要在假设你在婆婆面前，你说我跟婆婆俩，我当不当好她的儿媳妇？我能不能孝敬老爷那个心呢？能不能让老爷给我操心呢？能不能让老爷给我糟心呢？我是不是让老爷给我省心呢？孝道最主要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努力地去改变我自己，一步一步，默默去做，谁也不知道我是干啥。原先我心情暴躁啊，对吧？在生产队里也好，在家里也好，总是那么那鸡蛋脑袋。可是历史我就变了，变了呢，家庭也说。我那几个妹妹就说我二哥怎么变呢，那我都没说，我没说我看书如何如何，不说，自己去变。在生产队里的也是，我干什么，那就是我们在一个团体一个单位里干活的时候，挑重的干，挑脏的干，不讲价钱，给多少算多少。时间长了，领导说他咋这么听说呢，这么好领导呢，干啥还准他，对你就产生信心。你产生要善意说呢，为人就是为己呀、你为人的时候就是为你自己。所以我在这种情况下一滴一点的把这个事情给做下去，看，因为我立的志向上说有多大的志就有多大的能耐，是吧？等我到37岁那年，那我立志要讲道嘛，那一天什么也不行了，那可真钻研了，就像现
在学佛的人是啊，就是心里就有佛，啥意思？我这心里呢就有个道，什么道？想当人之道。可是我磨难了，什么磨难？我们就亲叔，我们弟兄，我们就亲哥俩。我哥哥比我大两岁，我37岁，我哥哥39岁。突然间得一个肝硬化，咳血拉血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？那我就想啊，因为我替他有亏，因为也岁数小的时候啊，我哥哥对我特别好，我说咋的他就让我打，我就感觉我这不道亏的，是吧？我守住了亲我的戒好，可是他有病了，那我得就得努力的去救他这个命。我把我自己身血抽出来给他打，可是救不了他。我哥哥突然间就没了，没有了。我又想了，哥哥去世了怎么办？扔下五个孩子，三个小子两个女儿，大的16岁是麻痹症残疾，二的13岁小姑娘，大小子11岁，二小子8岁，三小子5岁，这五个孩子正是生产队时的，怎么办？那我就立志了，我早就要在这待一天，一切生活费用我完全不愿意，我绝对不愿他为难。那你要走我没办法，我又有一个想法，我绝对不愿他说出来没人管我。那我真叫他，我就跟我们家里人说了，我说嫂子要是不走，咱们全部得管到底。真的，我们家里人特别支持我，他说那你要有这种思想，两家的活你干不起，咱们家的活你别干，咱们家的活由我负责，一切呀财务水都不用你管，你能把他家生活费用你都给他管好了，那咱们就算完成业务，让父母省心，让嫂子放心，让孩子跟咱们一心一意。哎，我说那好。当时我说实在的，他说出这话我都掉眼泪了，我想不到你能这样的支持我，那真支持我。真的，我真的，我们俩人就这样做下去2年，那没财务，有财务啊，是没谁有谁，没你整你是没面有面。这2年的时间，我嫂子后来说话，她说的那么的吧，她说这样，这家伙两家的事情都靠你一个人，你身体还不那么好，万一再把你当着完了，那不完了，把那两家人都散了。我看我就。这孩子还有小，我就领孩子走吧。我说这样说走，你要不说出走来，弟弟不会说不负责任的。那你要走，因为你又年轻，孩子又小，我不能留你。就这么，我嫂子就走。走了你怎么样？走到那还不到3月吧，回来俩孩子，大小子跟二姑娘回来，进院就说。我不走了，那咋不好？离我家300多里地儿，我咋不好？那就生我都不认呗，不走了。我当时我就想，我不能撵，我不能说不要孩子，因为我还有父母呢，父母整天想孩子，所以我说那干啥吧，进屋吧，奶奶想你们了。进屋了，进屋了，孩子就跟奶奶说了，我们不走了。奶奶跟爷爷说不走不走吧，可是我父亲和我母亲
就为了忧愁我哥哥都气软，什么也不能干。这回我父亲和我母亲说，那我爷爷奶奶领你们俩过去。哎呀，我一瞅这能过吗？过不了。那我这回又跟我媳妇商量，我说你看他俩孩子不走了怎么办？咱俩不能撵，不能说不要，这话不能说。他说那咋整啊？我说留下呗。他说那留下呗能行吗？这人家妈走就为了养活这孩子。我说你考虑考虑，你要考虑不通，那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我哥哥这孩子可绝对我得留。后来他就掉眼泪，掉完眼泪他就说了，他说那么这俩孩子咱们留下，我们家是俩孩子两个小孩，他说这两个咱们俩又加人又回来一个侄儿，这定三个孩子要说媳妇啊。我说是啊，他说媳妇需要钱呢。那当然了，不给钱那这生意不来呀。他那咱俩得喝上命是正，多一个媳妇那得不少钱了。我说那好，能留就行。他说留下，就听咱们生仨姑娘没问题。就这么的，我说那怎么办呢？他说我去，我上海的，我去给孩子起户口去。到那就把孩子户口起回来，起回就落去。落去可是呢，没过半年时间又回来了，那俩就不走了。这怨很高，我们俩也不走了，他俩来了不回去，我俩也不走。哎呀，当时我脑袋都晕了，都不走了怎么办呢？能行吗？婶子能留吗？再说留下咱们能白养起吗？后来我也不能说了，我说快点进屋吧，奶奶想你们。这都进屋了，进屋了，这我就回家了。回家了又。我就跟我们家那人说，我说咋办呢？又回来了，你看怎么办？我说你还有招吗？他寻思了半天，他说我还有招。我说你还有什么招呢？他说我去找嫂子去。我说你找他咋办？我让他搬一回。哎呦，我一听这一招好，那当时我懵了，我就不知道咋地了。他说我去，那正是冬月前了，那真是。大雪连天呐，他就走了。到那嘎跟我嫂子一商量，说姐俩痛哭一场啊。完了，我嫂子同意了。正月十七，我去两台马车把他搬回来。搬回来了，我就跟他一去就跟他讲明白了：你原先在人过家的全部家产都归你，我把两个老人往外一领。就这么他就回来了，说没啥我给你检查，没财我给你检查，是吧？没什么我就负责任。就这么他就回来了。回来呢，我母亲一瞅我嫂子找这个对象特别好，这人是纯点活教徒啊，那真纯活教徒啊，这人太好了。那整天的呢，真是没说啥也没说，好也没说，歹也没说，一天总那么埋头苦干的。我三个侄儿，我两个侄女，他从来没说过一句，没打过一巴掌，没骂过一句，就这样。我一瞅他对我的侄儿，对我的侄女太好，那我就拿他当什么？当我亲哥哥对待。我用什么东西，我就先给他，我就给他送去。就现在这保养品。我要有了，我总给他送去。因为啥呢？这个人太好了。可是我母亲想他那啥呢？想他太无能为力了，太软弱，光能干活不能张罗事儿。我妈又犯愁，我说妈你犯啥愁啊？多好多能干活儿，他能干活是一个不能张罗事儿，这孩子咱们说媳妇咋整？我说妈，这你还犯愁，我在这儿呢，有我呢。那有你咋整啊？你这还俩呢？我说我儿子要说媳妇儿，我总给我侄儿说媳妇儿啊。你放心吧，老太太，你别死就行了。你活着，你都看着了，你看我能不能办到？我妈就骂我一句，骂我一句说你办不到。
没那能力。我说我有，你看看有没有。正好八一年开放，开放了，哎呦，我一宿开放了，挺好啊。我说妈，这回你不用换头了，开放了。这开放咋的？我挣钱呗，挣钱好给这个儿子侄儿说媳妇呢。你上哪挣去？我这可有招了，因为我是本家，我们就盖个房，领着我这侄儿和儿子，就开盖了个房，干八年。等给我大儿子说媳妇的时候，订婚就给我大儿子订婚，给我大儿子订完婚了，到时候就结婚，给我大儿子结完婚12天，给我大儿子结婚，结完婚了。我母亲就笑，我母亲说的，哎呀，你真办到了，我没想到。我说妈妈，你没想到，你别死，你再看，我下边还有俩人呢，是吧？我说到哪儿，我就能办到哪儿。等我老儿子要结婚，我准给我老儿子还结婚。我母亲说这么句话，不管了，我看着一个我就放心了。那我也没想到我妈妈能走啊。我妈妈腊月初八，一点病没有啊，早晨6点，咳嗽两声，我们家里就说：“妈，你咋咳嗽呢？”她说：“我就来咳嗽咳嗽呢。”我说：“妈，现在你很好是吧？”我母亲说了：“我现在可好了，我啥病没有。”就这一句话音落下去，她就说：“我不行了，我咋的？我要走了。”哎呀，我说不能，这不行了，我要走，快给我找医生。这我们就起来紧忙着给他找医生，正把衣服穿上就不说话就走了，就这样走的。我母亲，可是我母亲走了，我有想法，我的言语，我的诺言，我必须要实现。然后我给我老儿子订婚，我又给我大儿子二侄订婚，给我老儿子结完婚1个月零2天，我又给我二侄结婚。结完婚了，我一瞅是我老侄儿可得了，我这没问题，是吧？不过我这三个侄儿结婚完全由我给他找，因为我那啥，我那个嫂子后找那人张罗事儿不行，干活能干。等给我老侄儿结完婚，我又张罗给我老侄儿盖房，给我老侄儿盖完房，又给张罗给我大侄儿盖房。我大侄盖完房子，我就家里住20人，全部的给他们家庭都安排好。因为呢，我跟2001年嘛，我就跟我二侄在一起过，过了6年。因为那时候我就养病，我们家里经常不断病。可是我在养病什么呢？我那侄媳妇啊，真说实在的，要是家里来了人，马上就下地做饭。就问人问我们家那个二婶做啥饭，那伸手就做，多嫩不带说，一点不热的。后来去了人就问：“这是你姑娘吗？”我说：“不是，是我侄儿媳妇。”当时都很惊讶：“你侄儿媳妇跟你能这样？”那就说你不付出，你想让对方对你有如何的代价？当你付出的时候，你不要回报，是吧？你不要求回报，就这么的，我干了，把我这几个人都结完婚了，这回吧，我就不干了，那东西太累人了，我说不干了，我就不干了。可是不干了呢，我二侄儿，我这三个侄儿结完婚都是一点结婚没有，农村一般结完婚都得有结，可是我这三个孩子没结婚。没结婚，还没有手里没钱，我二侄就跟我讲了，二叔啊，我还想开北房。哎呦，我说开房没房子了，他说那我盖，我说那你盖吧。他说盖可以盖啊，我得算你呀、啊，得有你盖。我说我不算，不过我不算可是不算，我能帮你，我还不求报酬，我还不求任何的怎么回报呗。我说不用，我还不要钱。我能帮你干就行，我就帮你干，我把你做会了，完了我再往出退，我就不管了。
他说那不行，你不算活我不干。我说不用，你干，我指定能帮你，你省的也能帮你，因为我们家里那些人给我干八年毁房，都成半拉粉的，什么都会。就这位，我那侄子把粉房干下来，干完了我们俩就整整就往俩帮他干2年了。头一年是挣5万块钱，80天挣5万块钱。那二一年呢，已经40天吧，挣3万块钱。就这么，我就把他教会。以后呢，我就不干了，我就因为我岁数大了，我就瞅一瞅就可以。可是这种情况下，我侄儿感觉过意不去，给我拿出5000块钱给我。我说你按说都说了不要钱，给钱指定不能要。可是我儿子家说这句话，我老儿子说啥？这老头是官老头啊。当时我就不高兴，我说你不要这么说，是吧？因为什么呢？你大人没有了。当叔叔的必须拿的侄儿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疼爱。我说我对你们也不薄啊。我儿子当时就不吱声。我说以后再不兴讲这话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我们这5个孩子就是如同亲兄弟、亲手足一样，亲兄弟也达到不了他们这个程度。他们花钱不分给我。谁有困难马上就伸出援助之手，指定能帮助他，指定不能让你贷款，不能让你抬起来，谁有钱谁往出拿，就达到这个程度。所以这哥五个，这9、5个都像亲姐妹一样，就说我们想建立一个好的家庭，你必须有一个好的领导人，你不付出，你不做到，你想让手下的人配合，不会，是吧？做不到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你的家庭不幸福，你的身体不健康，什么原因？可以说在伦常道上，你没有建好。伦常道没建好，搁哪儿？第一步孝道。孝道没建好啊！要不我因为在讲课的时候我就说了啊，我说先从头上说起，这是一个概括的说法。头是什么？头是顶天呢。因为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老人就是我们头上的一层天。那我们要亏了这种孝道，指正你就亏天理，亏天理你头不要有病啊。那你自己很早就查去了。说有人讲了，说我很孝心，孝心分多少种？有孝，有孝心的，有孝身的，有孝性的，有真孝的，有假孝的，是吧？有远孝的，有近孝的，有大孝的，有小孝的，孝都分多少种？所以为什么说有远孝，有近孝？有真孝，有假孝，人怕人别人笑话他，他表面走形式，不是从内心出发去孝敬老人，就是走走形式。有的在孝敬老人的身的时候呢，他把老人家管上了，管上了，我给你买了一个东西，买了一个物品，你不准给别人用，你要再给别人用，我就不给你买了。这叫管孝。去管着老人家了，你去尽孝。可是你要把这东西又买给老人，这叫孝心吗？买那个东西也好，吃的也好，用的也好，你是给他的，然后你别管他给谁，他喜欢吃他就吃，他喜欢给别人就给别人。反正我是孝敬你的，我是尽道。可妈妈有很多人都不是这样。你说把这东西拿来了。现在老太太不是老儿子大孙子吗？老太太命根子吗？是吧？孙男弟女啊，外男外女都在那站着瞅着呢，还在这站着。那老人呢，想吃吧还舍不得吃，不吃吧还怕人家买这个人生气，给别人吧还不敢给，
己还有点量力，还打听到底闹为难嘞。你们说老来难，老来难吗？真难呐、啊，各处都难呐、啊。还有的假笑，假笑走形式，走面，走那个表面。有的是呢，真笑，实心实意，是吧？那笑的话呢，真是很多的懂。这事儿我有个体验呢。当我母亲有病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想法。我有一个什么想法？我说妈，一个儿女做一个老人的儿女，老人有病，你给治不好，你算什么儿女？我整天呢，要我母亲有病了，有什么病？我母亲咳嗽上不来气儿，我母亲一咳嗽，就我睡着着的，我机灵就醒，我心就直当个。我说妈又咳嗽，我这儿子就给妈妈解不出这种痛苦。哎，就那就醒了就不能睡觉。可是我这样时间长了，行走坐卧我都在这么想。可长了，要是人真了嘛，一真了，迷茫之中有人就跟我说，你要让你妈好啊，让你妈好了，她就得走啊。哎，我这清醒了以后，我就说啊，好就走，有点病吗？有点病在那坐着，哪怕你一天在那坐着，把眼睛瞅着我就行。这我在街上，他有那点病，我就不见去。我刚才先讲呢，说好，就说一个好，我妈就走。我就问我母亲，我说母亲，现在我看你没啥病。她说是，现在我一点病没有，我可好了。就这么一句话，就不行了，就走了。哎呀，说完了我就后悔了。哎呀，我咋这么说？我咋忘了呢？以前的话，那个茬我咋忘了呢？就这么着，我母亲就走。说有远孝，远孝是啥呢？孝万古，名垂千古，万古不朽。有近孝，近孝是孝一时。有大孝，大孝是大孝天下的众老爷，众老爷都是我的老爷。你看的每一个老爷都是你的老爷，那叫大孝。都可怜这些老爷。现在我们慈善院这个郭院长这干啥呢？就搞这项目，大孝天下的老人呢。你别看他年岁大，他的雄心壮志比较大。他想到我们众老人的痛苦，让我们众老人都来到这幸福。那这些老人来干什么来了？到这慈善院来干啥来？来过佛国的生活来了，过天堂的生活了。佛国的生活，我希望这些老人在这个慈善院里好赖不见他没说，跟哪一位都要没说，我们中间更应该和和睦睦，互相关心，互相爱护，互相体贴，互相帮助。因为这个生活条件是谁？王凤仪先生临走之前说：“朱熹天。”说这些个后人让他们办什么啊？老安少怀，老人到晚年了，过一个欢欢乐乐的晚年。少怀把很小的幼儿要把他教育成才，成立什么义学？那是义学，现在是什么托儿所、读经班、幼儿读经，效法古人，学古人。所以现在的郭院长呢，我感觉郭院长为了办这项事业很了不起啊，很伟大。我希望我们有志之人要把这项事业
接承下去，推广下去，不能说办我们办这一所安老院，让我们多办。李先生不说吗？十里就办一个安老院，我们不能那样。我们在一个城镇办两个这样的安老院，让老人到晚年无依无靠的老人享受晚年的幸福。那得有志之人去办，这里头要苦要难，因为苦也好难也好，不是为己，是为谁呢？为众人。说我们不用等死了生活，为人不为己，那就是活体。我们想到这一点，你说有那么句话，少年人要记住这一点：少年休笑白头翁，花开花谢几时红。转眼间光阴似箭，春泥也老。就说红粉佳人满头雪，白面书生两鬓霜。转眼间就过去了。我们在一个年轻时的年轻有为的时候，我们要为人类付出我们的终身。不管你有文化也好，没文化也好，是吧？有知识也好，没知识也好，你把你事业看你符合谁的，是吧？为己就是私，私就是德；为人的就是善，善就是功，功就是德。德因子孙，前一种的后一收嘛，前一种下后一准收。你种什么因就种什么结什么果嘛。王国义先生讲这个道理吧，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，种下菩提树必开金香花。春天没种下，你秋天收什么？是不是休息？休息。休息。Yeah.
银。完儿，姑娘没有搭好灯，结完婚媳妇儿就更没有搭好。在家的妈，当姑娘时候，妈妈就非常惯我。我家长惯养的家务活就不爱干。我会做妈培养我做缝纫活，会做缝纫活。完儿，就是有时间，闲余时间也不做家务活。当姑娘前就非常懒惰，家活就不干。等结完婚更是的了，婆婆也非常惯我，我丈夫也非常惯我。我会做缝纫活，一天在缝纫机上坐着，挣钱的活还干，家务活什么也不做。完儿，好吃懒惰，这些家活都是公公婆婆干。但是我没有感恩公公婆婆干家务活有多么辛苦多么累，我自己就抱怨我自己做缝纫活累。那个时候，婆婆刚结婚，婆婆公公婆婆对我都非常好，在一起吃。我公公是大队的会计，完儿挣钱挣的还挺多。我对象和咱们父母俩挣的都不怎么多，我对象就哥一个。完儿公公婆婆就是惯着咱们在一起吃，在一起喝。完儿做饭我也不做，就是早晚都是我婆婆做。完儿大力活是我公公做，篮子活都是我公公做，我从来就没有做过。就是摘菜什么都是公公婆婆的，我都没有去干啥的，我就知道我挨着我自个儿挣钱这个活，挣钱我自个儿花，随便花，也没体现公公婆婆有什么不容易啊。就像我媳妇儿经常做饭呐、经常就是媳妇儿经常做的这些事情，家活所有我都没有干。我有两个孩子，结婚头一个孩子，老太太帮着带，还有我妈妈，大伙儿帮着带，我一点也没累着，也没觉得带孩子有什么辛苦，当妈妈有什么不容易。因为吃现成的，喝现成的，完儿我公公婆婆都惯着我，我丈夫也惯着我，完儿我就更就是那么懒惰天地了，也不知道自己是亏欠，他觉得自个儿挺有福的。我说公公婆婆什么都说，什么都不用我，那我也没有知足，也没有说公公婆婆他们那么不容易，那么大年纪了，我结婚就让媳妇儿耍着我呢，媳妇儿说干点家务活啊，一点点没有理解。我这家结完婚，在公公婆婆家就像旅店似的，我刚进他一天，不高兴我就上我妈串门，上我妈那，更不用做饭了。妈妈做饭，妈妈爸爸挣钱买好吃的，惯着咱们，连孩子和丈夫都一起去上那里，两边这么住，像旅店似的，两边老人我都没有理解呢，体贴也没有一点爱心，也没有一点感恩的心。完儿。我姑娘结婚了，生一个小男孩，非常漂亮长的，完我就喜欢我头一个孩子也没累着啊，我就想我也再生一个儿子，生个儿子成好了，我自己就是后儿我就自己就要一个，就生一个儿子，生一个这个孩子和老人不共有，还是以前那样，老人就不同意要，不是一个孩子还没有带过儿子就不愿意家，姑娘那孩子还小，我婆婆给带着。完儿我就是没有那啥玩意儿，就一天也行，没听公公婆婆的话，也没听丈夫的话，没听爸爸妈的话，我自个儿就非得要，就把这孩子生下来了。从怀孕的时候我就跟我公公婆婆我就生气，婆婆也不怎么太同意，公公也不太同意，都不太高兴。完儿我就跟他们一直生气，我公公我婆婆带孩子，姑娘那孩子也挺累的，等哄。完儿我公公吧，在大队也挺累的，完儿还得公公还种了二十亩地，种了二十亩地吧，还得啥，还有家揽着活儿。完儿大队还挺一天还挺繁忙的，回家还得吃饭什么也吃不好，因为婆婆带那个姑娘那孩子也挺累，做饭也做不那啥。我等一会儿，从来我以前都没有那个孩子时候，没有这个第二孩子时候，我都不做饭。第二个孩子生的，我做饭我更也做不好了。一天弄的冬阴功头都孩子哭哪掉的，公公累的不愿让下地干活回来，玩也吃不上饭，公公心情也不好，晚上喝上酒了就是嘟囔就是哪玩意儿骂骂唧唧说完我就不愿，我就生气，心里我就记着。晚上住院冬阴功这么住着，住院的公公一天累的也可辛苦了，婆婆一天挺辛苦的，他们也满肚子怨气，但是说我今天我就不愿意，我就心里头我就恨怨他们，不但不敢恨他们，我就骂了，我心里头。完，
挂地的葡萄，不如就迷糊，但是也不知道归乡，就知道不好意思，人生就陪着老爷。完了，屁股越来越紧，长得那胳膊都嘟嘟赖赖的，都拿不起那乌鸦脖，脖子上都长一圈了，谁都看见了。夏天就穿那长袖衣服，这么披着，不敢露着。完了，喷天眼，守着金榜，这晚上就病了全了，大病就是小病，一天成天倒。我妈，我向我妈你怎么能有？我妈说，你就喊一喊，使不全了，亮着亮着那样病，老有病。当啥呀？我跟我娘家二姨家结束的。一年来的，落了我这个病啊，身体这病就都好了。我这个皮肤病啊，还有就是这个迷糊病啊，住院可精神就好了。完了，我就挺相信你。完了，这事儿闹吧，主要还不花钱。我那会儿还不花钱，你唠唠嗑就好病了。哎，我就挺高兴，愿意接触杨玉兰我二姨他们。尤其我有一次上他家去坐着，完了后来人家不是儿子来病了吗？突然就来病了，我学的还挺高兴的，我说觉着自个儿学好了，不错了。这唠唠嗑这天一到就能好病，还不要钱。我儿子挺高兴，我这儿又来病了。我儿子突然间就高烧不退呀、就是怎么高压挂地流，高压挂了一个月地流吧，就是怎么他就那样，越治越远嘛。我儿子这大夫，这农村的大夫说，你赶紧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去吧。这孩子又不是感冒的，那挂地流的也肝还不好的。后来咱就上那个那啥。上那个海南市医院去检查的，上海南市医院去检查的吧，完儿就是室内呀，什么酶都高，都不正常。完儿又那啥玩意儿，验的血，后来又打的 B 超，大夫在这小一边打 B 超就打出来了，就刚那大的地方那个肝上呢，那部位呢，就是肿瘤打的，就说大夫说就是，但是他不敢那么绝对干啥玩意儿，就说是恶性肿瘤，说这孩子指定是，就打了半个小时，大夫就搞定，也找人了。后来不想进个小医院，就领着我儿还有丈夫，咱们全家又上那个沈阳那个医大，我沈阳医大住了5、6天院，我儿天天每天那么检查呀，我儿背着我儿，要怕检查的要误诊的，这不是人呐，我儿，他每天验血呀，每天都是天天让别的孩子吃饭呢，晚上一直得控到早晨，晚上那啥检查，要喝水了吃东西就不能检查就。不准了吗？就每天这孩子就是检查头检查的时候，这孩子饿呀，就渴的就不要样儿，这孩子就不让那孩子吃啊，就是水平有点低溜儿。等检查完事儿，得让孩子喝水。那孩子小，那我就说，妈，你给我喝点水吧，就渴的想哭啊。这不，就是大爷，就是两忙事人呐，这这些人瞅的都掉眼泪。我说俺这可怜，这么小的孩子得这么严重的病。我儿检查的刚才确诊了，这脸打的彩色，就做的 CT 切片。完儿，这孩子检查就说，那大夫告诉我说，确诊指定是了，不是那个凉性的，也不是囊肿，说这孩子是实心儿，那个像石头那哪拉拉巴巴长，说有那恶性肿瘤，那也还没想，又上沈阳二大医院，这院有人在这里呢，在这领上沈阳二大医院去检查去，完儿找的专家教授又给干那啥去，完儿大夫在一起会诊，说这孩子就100%确诊指定就是恶性，就肝癌了。不能好了，完事大夫再说，就是没有那个啥，你要做手术的话也下不来手术台，你又没有那必要了，你家还挺困难，你就有钱也治不了这孩子，你要不理一下，能多活2天就多活2天，爱吃啥给孩子吃点啥吧。完那个时候连我丈夫还有沈静可，我陪着坐车就回来，一片药大夫也没给拿，因为就没有那个药方能治疗我儿子。
咱们爸没给咱摘下人玩儿，玩儿正好有病呢，后来我搞沈阳回来没有办法了，又找大仙儿怎么看，大仙儿我也看不了，说你这孩子不是人呢。哎呀，那邪病啊，那咱治不了，这还是死病。反正孩子那个病情都比着咱这还惨呢，赶不领你来，来了大伙就瞅着井里蓝天，你来就哭，进去就哭，我一点都。生理期，完儿，你让那个媳妇儿跟那个梁玉翻过来，找着老人的好处。